我在这里恳请郭董，你已经不是鸿海的董事长，请你先跟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喝喝咖啡，请那些海外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一起回来台湾，拟定对的政策，吸引台商回来投资，跟留台湾。同时，也让那些目前在海外打拼的台商，相信政府是会成为他们坚定的后盾。请你去争取一些好的国际项目来台湾，用你50年经商的成功经验，帮助台湾人、年轻人立足台湾，放眼天下，两岸和平、经济繁荣，放眼天下，绝对清廉，是郭董非常有把握的政见。身为副手，我的任务就是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愿。